心理女性的邀请。我这个光太死亡了，这个也过去。非常请各位先将手放到我们的游戏摇杆上，等一下在我们共同倒数五秒钟之后，共同来推动游戏摇杆，也启动我们今天好不好？来现场的各位粉丝，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启动！好，物是前方，谢谢咱们各位媒体老师、各位朋友们，帮我们留下这样一个难忘的瞬间。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帮我们启动，那也邀请各位嘉宾移步至我们的观礼区，谢谢各位，张哲瀚先生，请留步。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见到你呢，首先在这里要说一句辛苦了，因为你也是，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帮我递上一支话筒好吗？谢谢，递上一支话筒。他也是今天早上专程从剧组来到我们启动仪式的现场，所以呢来这边。首先啊，还有我们很多的你的粉丝也是很早很早来到这里等待着你，跟他们还有现场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啊哈喽，南京的朋友们，南京的粉丝朋友们，好帅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哲瀚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包括《虞姬传》当中足智多谋、内敛沉稳的秦王龙飞夜，《决斗渴望遇见你》当中特立独行、内心深藏秘密的张敏，还有《烈火英雄》当中平凡又伟大的鸡腿少年郑俊，还有现在正在热播大火的叫什么？如意宝贝，是不是超甜超好磕的？大家都看了没有？一定要继续看下去。那其实我们青女子在剧中也是一种反差萌，那最近呢也是从素王变成了苏王，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帮现场的粉丝朋友谋一个福利，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一句剧中的台词，让我们也感受一下静静子的苏。我记得剧里有一句台词自己加进去，就是我不要你报恩，我要你报我。好呀，我都要晕倒了。谢，刚才也感受到是不是？那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还有什么剧集将会带给大家，都分享一下吗？最快要播出的就是之前杀青的天涯客，应该明年就会年初就跟大家见面，然后也马上要进组拍戏。那其实今天哲瀚来到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您三十而立快闪店的荣誉店长。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李宁已经代表中国的原创力量，不仅仅是在运动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同时呢，也从国内走上了国际潮流的前沿，包括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能够在这里。请哲瀚店长分享一下你心中的李宁品牌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三十而立嘛，能找到我就是跟我差不多，然后马上就要到而立之年了。对对对，然后呢也一直有关注，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爱运动，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的运动品牌能够走上各大国际的时装周，然后前段时间还有丝绸之路的一个时装周的走秀，然后加上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他们都和李宁这个品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很爱这个品牌，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品牌，自己眼睛有点模糊。你既运动，然后又有时尚的元素在里面，又很给人很舒适的一种穿着的体验，我觉得是最棒的。又运动又时尚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风格。所以，而且我也是非常支持，就是国货国潮走出我们家门，然后去给世界都看到国潮的力量。
所以世界也已经看到了今天作为我们的荣誉店长第一个任务，我觉得就是要帮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挑选一身合适的装备。想问一下，今天这一身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礼仪品牌的是吗？对对对。那是造型师选的还是自己选的？朋友发给我看，我就会自己选。自己选择的，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身搭配的亮点小 tips 在哪里？亮点在这里。走近一些好不好？大家可能。亮点就是这个西裤吧，它是有些运动元素在里面，类似有点像运动西裤，然后也比较宽松，比较舒适，然后又有一些独特的设计，运动西，这个还蛮新奇，就没有普通的西装那样束缚自己。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料子也非常舒服，就像。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穿西装西服衣服的，就是穿这个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平时其实很多拍古装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师傅平时希望自己能够更加舒适一些、宽松一些，是吗？对。嗯，那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不是问题，因为经常拍戏、参加活动、面对镜头，应该很有经验，很容易就拍得很完美。因为我知道你是360度、720度、1080度，全部怎么拍都好看的，对不对？没错。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面对镜头，怎么样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呢？能不能大家分享一下？拍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三分靠拍，七分靠修吧。靠颜值，自信一点，靠颜值，好不好？我想首先让腿拍得长，然后头小脸小，面对前方的摄影老师应该怎么来？腿长，然后脸小。前方的摄影老师在这里。这儿呢。这个就是应该就是用广角吧，摄影老师老师要用广角哦，摄影老师已经摆出最好的那个拍照的姿势，这比较考验摄影老师，不是考验我。所以要考验摄影师，他要蹲下来找好角度，这样腿就会长，脸就小了。我记得我当时去纽约跟我妈一起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叫我妈给我拍照的我看到还要躺下的老师，所以这样其实是考验摄影师的。那这样还是要考验一下，你今天穿着了我们中国礼仪品牌的一系列服装，那看到其实后面呢还有很多我们都就是比较复古的一些道具。所以接下来有一道题目，假设我们正在穿着这身服装，然后要用旁边这些道具拍摄国际知名时尚运动杂志的封面大片，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摆姿势，利用我们现场的道具，时尚大片封面哦。老师注意您的角度和姿势，首先第一张，哦，怎么样啊？很帅哦。来，这个姿势呢会显得腿不非常的长。第二个姿势我们来三连拍，特别特别的有型。来，第三张，好帅，拍好了没有？好，我让一下，给你们角度，没关系，稍后有大福利哦。好的，可以了，我们相信已经拍到了我们知名时尚杂志的运动大片。谢谢谢谢哲翰店长的分享。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来了很多哲翰的粉丝朋友们，能不能最后请你跟我们所有的粉丝一起来合张影？哇，是什么是好你在哪边打的？谢谢大家，谢谢哲翰同学，接下来呢，我要辛苦你了，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粉丝的配合。那我们现在哲瀚店长已经移步至店内来巡店了，并且会体验我们李宁最新高端线的新品和产品，我们也共同期待他在店内的表现。那现场的各位呢，我们